画画的北北，画画的北北，奔驰的小野马和带刺的玫瑰，我说不该一点拍手拍走伤痕累累。小朋友，你是否有很多话？冻了一宿的牛桃和这个红果，我们来给它画去皮。再画一个红果，完美。这个是猕猴桃，先尝尝这个。火龙果，这个那个脆皮掉了一层。好吃。